Hello， 欢迎收看。现在我很闲，今天是超梦回归的第一天呢。可是因为超梦我太多了，所以我就都没有去打团体战。然后呢，我就找了我们家之前在 Pokemon Center 买的一些超梦的纪念品。像现在我手上拿这一个啊，就是超梦的文件夹。我很喜欢超梦，也蛮喜欢梦幻的，所以这个文件夹那时候一看到就觉得哇，真的很酷。然后它的背面呢，你看它就是有不同的图案。然后还有另外一张啊，是这个，你看这个超梦是不是也很酷啊？我觉得超梦跟梦幻的组合超赞的。然后你看背面也是非常的可爱。然后啊，还有在那个 Pokemon 咖啡那时候点餐抽到的那个超梦的金卡，对啊，这个就是也是非常的酷。然后还有超梦的可爱的贴纸，这是可爱版超梦。所以啊，如果之后你们去Pokemon Center 的话，记得要好好 shopping shopping 哦，拜拜，谢谢你收看，现在我很闲，拜拜。